主题的业配，除了业配还有拍我自己本身的圣诞节照片啊，亚瑟是我的第一个穿搭，等一下会披个外套。然后呢，我现在也准备到差不多了，不过在出门之前我还有一样东西要来做先，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来除毛，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无袖吊带衣，所以我一定要除毛，不然就太尴尬了。你们肯定有找到我平时在家都是用这个又赖除毛仪来除毛的，因为我之前就有推荐过给你们了，相信大家对它应该都不陌生啊。我从上次介绍你们到现在，我一直都有在用，它已经是把我的毛除到很干净了的，而且它的效果很好，它见效的速度也很快，然后你除毛的时候是冰冰凉凉，完全不会痛的。不过呢，我最近有买了新的，你们可以看到，哎，怎么我没有看过这一个？因为这是 You Like 新的一个款式，它是 You Like。Air 3，为什么我会买它新的一款呢？是因为讲真的啦，除毛这一件事情真的是很需要坚持的。好像我平时手啊、脚啊，或者一下出咬一点点毛，我就会用它来除毛。为什么我会买新的这一款呢？最主要的是它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我给你们看一下旧的那一款，噔噔，这是我之前用的那一个款式，墨绿色的，然后就是一个旧的，一个新的。最主要为什么会换新的这一款，是因为它的效果会比旧的这一款来的还要好，因为它的冰感啊，它的能量大小啊，全部都做了很多的升级。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 iPhone 哦，好像现在出了 iPhone 14，然后我本身是用 iPhone 12的，然后我就想说，哎，出了新款我就要买新款，因为有 something different 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才会要换一个新的。然后我最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个新推出的紫色这一款，我就顺便来给你们分享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到最明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外观啊，新的一款这个 Air 3呢是水晶紫色的，然后旧的这一个呢就是墨绿色的。然后不要讲外表啦，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性能升级了很多，就是我们除毛最主要的就是看除毛仪的能量大小来决定你除毛的效果好不好。当然如果能量越大的话，你除毛的效果就会更好。这个新一代的 You Like 脱毛仪呢，它的能量肯定就做了很多的升级，从最原本的19J 现在升级到了21J 的能量，所以新一代的见效速度会更加的快，更加的好，脱毛的周期也会更加的短。我之前有看到他们宣传新一代的 slogan 就是脱6次毛毛就可以不见了，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啦。然后除了能量，就是它的出光速度更快了，之前这个是需要 0.9 秒，现在这个只需要 0.7 秒它就会闪一次。你们看这个紫色的就闪得比较快，就不用等那么久，差不多一分钟这样你就可以脱完一只手的毛了，是真的很快的。而且哦，我现在两只握在手上啊，新的一款呢会比旧的还要来得轻，然后它也比较薄一点，除毛的时候你这样拿在手上啊，就不会那么吃力，不会觉得手酸，就方便了很多，而且它整体上来讲也更加的方便带出门。还有一个是他们也是有做一个升级，是我很喜欢的功能，就是现在呢你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钮，只需要紧贴你的肌肤就可以除毛了，懒人的救星，像我这种懒人
能也是你们会很喜欢的功能呀，就用上来会比之前的轻松很多啦。然后除了这个，它还有冰感，也是有做好升级。好像之前这个它的冰感可以维持10分钟，现在这个已经升级到可以维持30分钟了。因为无痛除毛最主要就是靠它的冰感来舒缓你的疼痛，毕竟要无痛除毛，无痛不痛，大家才会持续的用。所以这一方面他们也做了升级啦。还有一个他们这新的一款有做了防伪的特别升级，就是你现在只需要用手机的 NFC 感应，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真假，保值又保真啊，你就不用怕到买到假版的啊、假货之类的。如果你还没有用过除毛仪来除毛的话，我真的很推荐你们买一台回家试试看。你用了它啦，你的毛也是会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少的。如果你们对它有兴趣的话，我会把它的资料放在我的资讯栏，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现在还有折扣的优惠，要买就是要趁现在啊。居家除毛真的真的很方便，尤其是 for 那些害羞的女孩子啊，一定要用。 so 有了它，你穿衣就更自由啦。所以我现在要赶快除毛，然后就要出门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vlog。 为什么突然间我又变成坐在后座了？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拍摄，就换人驾车，因为我不会去那个地方。今天还是有他，又很错。近期的日常都是跟我姐姐在一起。别问我大神去了哪里，他出国了，但是我没有拍，因为他自己有拍影片，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他的影片呢。到了要拍摄的地方，还有我大帮小帮，每次要拍摄都是这样子，要搬很多道具。没有五个 gate， 这不是 gate 啊，这是 cupcake， 也是道具。就是我拍摄的地方，我特地来这边租2个小时来拍我的业配照。但是我租的是圣诞节主题的，因为这边有蛮多主题可以拍的。嗯，哇哇，好美哦！你们看，你们看 ，Oh my god！ 哇哇。我会在这个房间拍摄，它就是有点法式风，然后又有圣诞树的感觉，然后就很适合拍我的产品照。这里还有一个化妆室，这是我的今天的穿搭，好像少了一点感觉，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是租了2个小时而已。哇，你们看。哦、oh, ，OK， 好的，好的。哇，哇，不要给你们透露这样多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秘密基地。不要问我这里是哪里啊，我不会跟你们讲。噔噔，这是我的产品照。来，谢谢摄影师。OK，Sonia，Sonia， 来，我们来看画面。富有，富有，哟。喂，你不要挡住我的。记得要来看我的 IG 啊。产品的照片拍完啦，只剩下 ice cream 的。
我跟你们讲，我们哦每次接业配啊，最怕最怕的就是接到冰淇淋，因为冰淇淋真的很难拍。冰淇淋的业配啊，每次啊他们会要求我们在户外拍，然后 ice cream 要什么角度，然后不可以融化，要美美的。可是你们要知道哦，在户外哦，天气是很热的，冰淇淋是很快融化的。但是我们要让冰淇淋保持最完美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很快的拍冰淇淋。所以每次哦，我们都很烦恼拍冰淇淋的业配。现在我们要把冰淇淋结冰先，所以我们就先换另外一套衣服拍自己的日常照片。因为这边住了两个小时，就出来拍业配，也拍一下自己的照片喽，不要浪费。我要气质一点，这就是我等一下要拍照的衣服，有点小性感的圣诞服装，很喜欢圣诞节。一年里面有哪一个节日是你们特别喜欢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圣诞节，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气氛，特别开心，再加上可以交换礼物耶。他穿这种，我穿这种哦，难怪他借我他这件衣服啦。这样你穿这种，这样美。你换，你看，我要这件，你看，因为这个是，哇，兔女郎哎，我不要。我们已经拍完业配啦，然后自己的照片也拍完了，现在呢已经是工作完毕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买圣诞礼物啦，因为圣诞节要到了，然后我们有两个圣诞交换礼物的 party， 一个是跟家人的，一个是跟朋友的耶，所以我们要去买礼物。这个当圣诞礼物，可是这个 orange 看到人很黑。嗯，最近很流行这个包包。它很黑吗？最后我还是买了这个橙色的 cos 包包，当做圣诞礼物。然后这个 cos 的包包是跟朋友的圣诞 buddy 的礼物。然后现在我要去买跟家人的圣诞礼物，就要准备两份礼物。姐妹们，超多人！哇，第二份礼物买好啦，是 Jedi Sport 的鞋子。至于要送谁，就先不跟你们讲了，因为交换礼物的时候，我也是会拍另外一部圣诞节影片，到时候就可以去看这个礼物是送谁的。因为我们已经有提前抽签，看抽到谁送什么礼物啊，我就不说我送谁了，你们就等我的圣诞节影片吧。给大家，我忘记拍 vlog 了。刚刚我们去吃了晚餐，然后我们的晚餐是什么？我们刚刚晚餐吃螺蛳粉，然后我完全忘记要拍 vlog 这件事情了。我刚刚还回到这里休息了一下，看了两部 YouTube 影片，然后才想起，哎，我没有拍 vlog。走啊，回家了。现在是晚上的9:59，算10点了，我才要从姐姐家回去。又是一个驾夜车的一天，我最近都是自己在驾车，然后每一天晚上都很迟才回家，10点、11点才自己驾车回去。男朋友不在，就是要靠自己。每次上车呢，我不会直接开车走，我都会在车上坐一下，连接我的 Bluetooth， 然后我要开了歌 Waze 开好 Everything ready 啊，我才会开始。因为我每次看到我姐姐的男朋友啊，他一上车 Start engine 直接走，我就哎，怎么还不用准备一点东西了没？因为我不能就是一边驾车一边按电话，会分心。回去啊，38分钟，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路程来回我姐姐家，都得一个小时。中版权了，哈哈。I'm home。
enjoy 你的 music。Hello 啊，大家，今天呢要去做 body check。除了去做 body check， 我们晚上会有交换圣诞礼物的环节。今天是跟 Gladys Banana， 就是我们那一班朋友。So 现在是12:44，我的 body check 是2点，可是我要先开车去姐姐家，然后再去 meet 姐姐，因为我今天是跟姐姐一起做 body check。不懂你们有没有做过 body check？ 因为我很久很久之前就很想要做 body check， 因为我很想知道我身体到底是对什么东西有敏感，然后有哪里一方面是需要注重的，所以今天就安排了这样子的东西啦。啾啾，小乖乖，小乖乖，你有一个大肥婆，哎呦啦，每次要撞人的大肥婆，你们要出去了哦 ，Let's go，Let's go。这里就是我今天要 body check 的地方，有我姐，还有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填资料。然后他问我昨天睡了几个小时，上次来应该是睡了7个小时，他又要问昨天最后一餐是几点吃，我们都没有去想，都不记得了，所以要看回我们的 message。现在要开始抽血了，有抽血的环节，这样子才可以知道哦。好久没有抽血了，是我们今天的医生。非常的快 ，OK， 耶、yeah, ，谢谢。OK， 到我姐姐抽血啊，看紧张。从早上醒来过后，你一天之内是做什么的？做什么 ？OK， 一天你几点醒？不一定哇，你不要睡着吗？11点。从现在我要来 check 我的肚子。刚刚也是有问我一些问题，也是关于我的身体的问题哦。其实来月经没有什么 allergy 之类的。哦，哈哈哈哈哈，冷。check 好了我的肚子，他讲 everything OK 啊，就很健康。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这个东西，然后要沾我的尿尿。哇，好 nice 耶！要沾可能一半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放在厕所，就会有人来拿，这样就还好。如果我要拿出去，我真的是很 nice 耶。然后现在要做体能训练，等一下我也是要像他这样，他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OK， 我现在要做运动了。
来做 body check， 都是他害的。我太久没有运动了，我现在手臂有点酸。OK， 我们现在 body check 已经结束啦。然后呢，我们 body check 的报告呢，要等到五天过后才可以知道。所以我现在这个影片应该是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的啦。So 是这样，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clinic 的天台看看。现在就是准备要回家，然后准备交换礼物的 party。我应该会在现在 end 掉这个影片吧，因为我想要把我们交换礼物的 party 的影片放在下一步。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然后呢，如果你们想看我交换礼物的影片的话，可以等下一步。下一步会有跟朋友的交换礼物的 party， 有跟家人的，就会有两个。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那个 body check 的报告等过后去拿报告的时候，我才再拍多另外一个 vlog 来跟你们分享吧。如果你们想看的话，你们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想知道我的 body check 的报告，我才拍，不想看就不拍了。